还是转不停的陀螺，被时光打磨，脚步却随我，困境也能来一道绳索，想去的那里心从不迷惑。当我认定美好经过，相信不闪躲，你那眼神清澈，好像星辰拥抱辽阔，安然去划过，今夜都亮了，光芒之中不沉默，我听见你跳动的脉搏，就算夜幕会斑驳，爱怎么可能省略过，光芒之中的轮廓，将来手心的巨人，没有理由不寂寞，难免余生都要你陪着我。行长，行长，下雨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妹妹眼巴巴的等你送她回家，就不辛苦你再绕个远路送人。我真的不知道她是骗我的。是吗？那看来你这个青梅竹马很不称职，对她还不够了解。又生气了？我生什么气？我的预算根本就请不起她这种级别的模特，还不是沾了你的光。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事？你都可以告诉我，你都可以跟我说。苏队，如果你已经和别的女人有婚约了，就不应该再招惹其他人。婚约？什么婚约？我怎么可能？她一个女孩子，不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撒这种谎吧？我向天发誓，我没有，我跟她之间没有婚约。我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假的。但如果你真的想和我在一起，请先解决好你的妹妹。我跟他之间什么问题都没有，解决什么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啊，那个师娘跟我说你在这儿，让我顺路接你回去。星辰，星辰，你必须要相信我。我还有事，以后再说吧。没事吧？第一次见你被气成这样。没事，我妈怎么会让你过来？老师生日我肯定要去啊。师娘说你在这边，让我顺便接你回去吃饭。今天太忙了，都忘了买礼物了。喏，蛋糕和鲜花帮你准备好了。谢谢。举手之劳。凌晨啊，你爸爸过生日。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能忘？幸亏人家小唐提醒。哎呀，爸，我知道错了，这是送你的花，祝我爸生日快乐。看，还是我闺女疼我。这是给老师带的礼物，祝老师生日快乐。谢谢谢谢啊！哎，放着了。来来来，哎，咱们没别的礼节，动筷子吃。对，来，快吃。我还记得这个虾，记得上学那会儿，星辰每次带着师娘做的这个虾来学校，我每次都能吃完。小唐还都记得，真好。来，你也吃了。你多吃点吧，我减肥。再减就成麻杆了。父母看儿女怎么看都是瘦的，而且我这是健康减肥，只是控制过多油脂摄入。师娘，嗯，星辰平时挺注意自己身体的。注意就好。哎，这样我提议啊，咱们敬宋教授一杯，祝他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好好好，来，爸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老师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哎，宋教授啊，你得说两句啊。说什么呀？哦，明白。发表一下生日感言啊！
那个，今天我过生日，你们能来给我庆生，我非常高兴。哎呀，光阴似箭呀，一转眼快60了。星辰，嗯，我亲爱的女儿，现在爸爸最担心的，一个是你的身体，第二就是你会不会孤独。你不想结婚，我爸爸尊重你的意见。但是你好好想想啊，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走啊，留下你一个人。你说你孤零零的，我这……爸，说什么呢？您能别瞎操心了吗？搞得像个文艺青年似的。你说，都多大岁数了，还挺感性。星辰，你爸爸说的对，这也是妈妈担心的，所以呢，你赶紧给我找个男朋友回来，快点呢，再生个孙子孙女儿，我给你带。放心吧，这男朋友我一定会找到的。嗯，那。找着合适的吗？不过当初啊，这小唐的标准拔得有点高。你想要找一个比他更优秀的男。那个，师娘，星辰已经长大了，我绝对相信他的判断和决定。不管他怎么样选择，我都能接受。好，这话我也听了。来，再次祝老师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我方不方便问你个问题啊？问啊。从我之后，你有谈过新的人吗？为什么这么问？我没谈过。不管我爸妈怎么说，你都不要多想，我们俩只能做朋友。一辈子很长，不是吗？就跟你现在在做生意，但你不会放弃医生这条路，不是吗？后面打算怎么办？等红尘步入正轨，就准备去进修。我这个时候辞职了，想进公立医院得博士起。你现在这么忙，有时间准备考试吗？我申报的学校今年不招生了，等我忙完这段吧，好好准备一下，看明年有没有机会。我毕竟是你爸的学生，也算半个家里人，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。那我走了。哎，星辰，
就是想让你记得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的。嗯，我走了。晚安。进。唐教授，忙着呢，正在看你的论文，坐。您觉得我这次能过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我尽力了，我每天还得去星辰店铺里免费打工。这我都写了好几天了，都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只能够说明你不够努力啊！别呀，小姑父，您网开一面呗。哎，我可听说了，姑奶奶也是沾您边儿的。宋星辰现在就是被那姓苏的小子迷惑了心智，我一定帮你让他迷途知返。所以你现在是在讨好我吗？哎，这怎么能叫讨好呢？只是一点点的请求。我跟星辰的事儿啊，你别操心，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和判断，你别捣乱。大气啊！你这个论文呢，虽然离我的要求还有些距离，但是作为选修课还算及格。真的？耶！那我走了，去吧。小姑，你看看，这些是我昨天挑出来的照片。这几张还行，可以做我们的首页推广。那我拿去精修了。好，嗯。哦，对了，昨天叔叔的生日怎么样啊？有他的得意门生在，他开心得不得了。唐瑞泽也来了，天哪，登堂入室，剧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。你在追剧啊？哎，一切皆有可能嘛，万一年轻的靠不住，你又回头去看看学界精英呢。再说了，苏清澈昨天这个妹妹搅局减分。不过他们那个婚约你问苏清澈了吗？真的假的？他说没有，但真实情况怎么样，我哪知道。宝贝，我现在觉得你再观察观察是对的。这次是个妹妹，保不齐下次又冒出个姐姐来。现在店里的事情都忙不过来，哪有精力还管她这些？也是。哎呀，现在咱们的货差不多清干净了，代理 LYS 之后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工作室也重新弄弄？像这些橱窗里的展品也该换了，这样才符合品牌调性。是啊，
我们需要重新装修一下，然后其他的呢，我们也可以自己上手布置。好啊，我觉得像这些墙壁都该重新刷一下，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木工之类的活，要不然我来问问看身边有没有愿意过来帮忙的工人。行啊，那你问问，我继续收拾。好。韩老板，装修缺人是吧？找我呀？这你都会啊？上次你把我家弄得多惨，你忘了？一码归一码嘛，这回的工种没有那么难，而且我还可以多给你找人手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报酬。行吧，那我就勉强再相信你一次喽。你就等我吧。人找到了。啊，这么快？嗯。谁啊？陆群，他说他还会带人过来帮忙。陆群？嗯。我发现最近这个名字在你这里出现的频率颇高啊，什么情况？怎么，光许你们谈恋爱，就不许我们发展发展僚机之间的友情啊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反正我觉得不对劲。很正常啊。这个放这儿吗？什么时候过来？这，我跟你说，机会来了，宋庆生店铺急需装修，急需人手，一起去。我也挺忙的，不去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去了，就可以知道他对前男友的态度；你要是不去，只能在这胡思乱想，演变最后两个人一拍两散。我不想知道他对前男友什么态度，我也是有脾气的。行，你有脾气。反正这个事儿我是答应下来了，下午我带兄弟们过去，你呢自己看着办。哎呀，清澈啊，你不是忙吗？忙完了。哦。今天还是苏队带队，忙完了苏队请吃饭啊。好。多这几个够吗？应该够吧。两位老板，吉野男团来了。哎呦，人来了。星辰姐有需要，我们必须到场。谢谢各位好汉。苏队也来了。哎，兄弟们，话不多说，咱开整吧。好。好，不是来拆房的吗？OK，
来吧。哎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的造型千千万，发型不能乱。不用，香香姐，不用，真不用。陆群，啊，我来帮你吧。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不用啊。不用，真不用。谢元，需要我帮你吗？啊，没事，我可以，我来吧。宝贝儿，来喝点水。我不喝了。这个给我吧。嗯，你去拿一下毛巾。好，喝水，给铃木一瓶。好，谢谢星辰姐。周瑶，喝点水。啊，谢谢姐。陆群，喝点水吧。谢了。哦，没事。你不是不喝吗？周瑶，擦擦汗。哦，谢谢啊。去吧。擦擦汗吧。手脏。你也擦擦吧，隔半米就闻着臭味了。哎呀，你看我弄得这么脏，你帮我擦吧。差不多得了，你自己擦吧。宋老板也挺贤惠的嘛。是不是密室还有 KTV 的那个？对啊，就是他。哦，我刚才看到他看见是脸红。是吗？对啊，就刚才。没事，你去忙吧。哦。喝水呢？你没事吧？没有砸到吧？又想给我打针啊？你注意一点。昨天，对不起，高青他跟我说他发烧了，我就想这个忙能帮就帮嘛，反正也顺路，我也不知道他是假装的。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让陆群去接。我知道，昨天的事肯定是他耍了心眼。所以。不生气了，气还是要生的，但看在你今天带着兄弟来做苦力的份上，原谅你了。但昨天你和那个唐蕊泽什么情况？
昨天是我爸的生日，他是我爸的学生，只是吃了顿饭而已。那你们之间？我们之间怎么了？我这个人就有一点好，从来不吃回头草。网络节目啊，那什么，我最近挺忙的。什么？可以加学分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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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定到，一定到。哇！学长，哟，来了。简单介绍一下，这个真人秀呢叫《模特请就位》，就是五个新人模特，五个摄影师，两两一组，各拍20张。但是有一个摄影师啊，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了，所以找你顶上。放心，学长给这个机会，我一定好把握。一共6550块，走吧。怎么了？这黑衣服的是谁？你认识啊？啊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高清音，正好你们两个一组。他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，好好表现。嗨，这位摄影师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有点面熟啊。没见过吧？素未谋面。别装了，我在补发的嘉宾资料上一眼就看出了你。上次在宋星辰店里坑了我，今天准备好还债了吗？误会，姐，那都是误会。没有误会，你是宋星辰的人，那就是我的敌人。啊？你跟星辰他？他勾引我家清澈，情敌要被株连九族的。苏清澈是你男朋友？要是没有宋星辰横插一杠，迟早的事。哦，天哪！行，这样，你要是觉得我拍你拍的不好看，咱俩就换一组。想得美！今天你必须跟我一组，否则我就不拍了。啊！准备好了。调好吧，你要能抓拍到一张符合主题的照片，算我输。光再高一点点。3、2、1。再来，来，3、2、1。你干嘛呀？能不能有点职业素养？这个节目呢，只会淘汰摄影师，不会淘汰模特，明白吗？行，那你告诉我，要怎么样才能配合我？除非你帮我追清澈。不可能，宋星辰是我小姑姑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欺负她，我跟你没完。什么？亲的？那当然了，血浓于水。哦，本来以为你只是他店里的伙计，没想到还有这层关系。哼，你这次死定了。两位请快点啊，时间不够了啊。好，想玩是吧？小姨我陪你玩。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完事儿了。我看看。这不行啊，这样的摄影师你们把他换掉。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摄像不管事儿。这些照片太丑了吧，节目播出我职业生涯就完了。你也知道完了，这些动作和表情都是你自己要做的，没有人强迫你。想整我，大不了我就不干了，你呢，等着社死吧。收工。喂，就你那些照片啊，你就等着被学长遣返回校吧。
学长，学长，我真尽力了，就这个高琴音简直难以合作。说什么呢？刚才他们看了所有的照片，对你们这组评分最高。啊？什么？评语是看完你们这组照片啊，有一种初恋的感觉，非常有话题点。初恋？怎么搞错？宣发部门已经说了啊，会重金推广你们这组照片。火了，别忘了我啊！真想不到你那些宅男粉丝看到这些照片会怎么想。哦，对了，还有苏清澈。几位小妹妹，就你们自己在这玩啊，多无聊啊！要不要咱们一起玩玩？你有病吧？这么凶干嘛嘛？哎，这个小妹妹长得还挺像我前女友的，既然这么有缘，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啊？怎么着？我不漂亮吗？不想要我的微信吗？我看你们本事要的。我跟她说话有你什么事？不想挨打，赶紧滚！你走着瞧。他该不会去找人报复咱们吧？他敢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他能把我们怎么样？也就是因为你有你在，你不在的话，我俩根本不敢说话的。夏总，是不是因为咱们今天穿太短了？你说啥呢？你又没做错。但是很多女孩子。真正遇到这种情况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第一，要学会求救；第二，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我回头让苏队办一个防身术的教学活动。那我去找星辰姐买防狼喷雾。是的，气死我了！他扒了我，扒了你啊！他扒了我。我们一会儿还要简单收拾一下，以后有机会再感谢大家喽。辛苦了各位，谢谢大家。这点工作倒是不辛苦，就这一下午狗粮，饱了。那看样子今天晚上那顿饭我省了。哎，那不行，哪有这么累是吧？就是啊，那不行。那你们接着忙，我带他们吃个饭。谢了，姐以后有需要随时找我。嗯，走吧。啊。拜拜，拜拜，走了，小李。苏队长，这里是工作场所，你应该不想让你的队员觉得你不专业吧？我也没办法，你叫我怎么忍得住对你的爱意啊？那不如我们买一个游戏好不好？你又有什么话题呢？看看我们俩之间，谁能把喜欢的藏得更久一点。那。赢的人有什么奖励吗？你说呢？你放心吧，我很专业。我不相信。都在这儿了，大家看一下。但我还是再简单的说一下，
今天召开这个会呢，是因为我们接到了妇联的要求，希望我们吉业能够主办这一次的妇女防身的公益活动。联合主办的还有苏城队，所以这次的活动地点分为苏城跟海城。这一次的机会特别的难得，仰赖于我们在疫苗运输还有日常救援活动中获得的关注。这次公益活动可以展现我们能力，提高我们的声望，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。是。苏城由我负责，陆队带队去海城。另外啊，海城这边视频的录制，大家谁能自告奋勇？我可以推荐一个外援。好，就这样。那其他的细节呢，就由陆队安排，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他。解散。除了急救课程，女子防身术的展示我也想参加，可以吗？好，到时候我来教你吧。为什么不是我教呢？知道了，队长亲自出马，一定比我教的好。是，请问你有预约吗？这位小姐姐，我是你们陆队的女朋友。你不女朋友不管，你没有预约就不能进。预约什么呀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这位女士，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我是不。你姓？陆队。亲爱的，你是谁啊你？我是谁？开什么玩笑？啊，陈小姐是吧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陆先生，想你了，我就来找你了呀。陈小姐，那个咱有话好好说，你先把我松开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昨天你还宝贝 baby， 你今天叫我陈小姐。我什么时候叫你宝贝了？咱俩有微信吗？你牵了我的手，你还想撒开？在局上呢，我绅士的扶了你一下，那个不叫牵手。陆群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哎，你说过要牵我的手一生一世呢。你玩我呢是吧？昨天谁跟我表白让我做他女朋友的？花蝴蝶果然名不虚传。陈小姐，你肯定是记错人了，你等我一下啊。江湖救急，休想吧你。跟他真的没有关系，是哥们帮我一把。转账，多少？一个空白支票，随你填。陆群，谁啊？这是？我是他老婆。老婆？你不没结婚的吗？我们是闪婚。闪婚。姐姐，我赏你。渣男。活该。都没事干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该干嘛干嘛去？盯着点数据都没有事干了是不是？训练到位了是吗？不会赖账吧你？怎么会呢？要多少？啊，500，合理。5000？嗯，是不是太狠了点啊？我觉得凭咱俩的交情，也可以谈点感情吧。过去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对，停，可以这样。苏队长，哎，你今天亲自上场教学啊？我听新生说你也报了名，欢迎啊。哎，我今天提前过来熟悉熟悉。小侄子，那魏源就你啊？哼，
我出场费很贵的，要不是看在宋星辰的面子上，我才不来。有劳了。哎，这样，要求宋星辰都跟我说了，现在我拍几张照片放在微博上做预告，给我一些标准点的动作。都到齐了。伟玲，那你先开始吧。林木，林木，哎呀，伟玲啊，林木去社区那边，怎么就想着他呢？没有，那个，小林，你来吧。过肩摔的动作要领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：两脚平行，与肩同宽，右手抓着他的手腕，上步，将他的背部附于你的肩上，核心用力向上。学会了吗？星辰、小林，你们俩谁来试试？我来吧。好，那谁来做歹徒呢？我来。不，我来。不。小幽默。不是你们瞎起什么哄呀？啊？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只要扳倒我就算你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如果明天也是晴天，要不要此刻相约？别让我太思念。如果明天降落雨点，快伸手。什么绝美偶像剧情啊！停车可以啊，深藏不露啊。那可不是吧，可没有某些人那些套路。你要喜欢这个，我也会。啊，对了，视频也得多拍点，到时候我们配上那种甜甜蜜蜜的背景音乐，肯定微博就先火了。放心吧，我是专业的。太甜了，真的甜吗？我觉得挺疼的呀。
想你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温柔一种无法解脱魔咒，萦绕在心口。I'm loving you